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们好。哦，天哪，差点出大事！怎么了，特里？没什么事，就稍稍碰了一下而已。小心点哦。知道了，还是快帮我卸货吧。哎呀，有个弯道，看来得减速了呀。怎么回事？停不住了。今天要送的包裹可真不少啊。快闪开。怎么这么倒霉啊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明天再来。好。让一让！天哪！哦，刚才好像有什么东西飞过去了。嘟嘟嘟嘟哒哒哒哒，嘟嘟嘟！快让开！对不起，谁来帮我停下来？哦天哪，出大事了，我得赶紧去报警。有电话。您好，这里是救援队。你好，凯普。小军，不得了了，特里很危险。怎么了？可以说的详细点吗？紧急集合，紧急集合！特里一边喊着帮他停下车，一边在镇上疾驶，可能是刹车出了问题，请大家立即赶赴现场。是，小军。搜索一下克里的准确位置。知道了。谁来救救我呀？找到了。伯利，特里驶离了高速公路，正往石头桥七号路开去。知道了，海利。伯利，我们从二号公路走，这样能更快地到达石头桥七号路。好，我们走二号公路去截住特里。海利，我们在那边等着你。你继续跟踪，观察特里的状况。知道了。特里，海利，我停不下来了，快救救我！别担心，特里，救援队正在赶过来呢。你要冷静，稳住方向。知道了，很危险，特里正在下坡道上。收到，罗伊、安巴，准备好了吗？是的。闪开！准备。特里，现在没事了。太好了。